哪儿有啊店？哪儿有啊店？啊，过去都有店。都大爷。咱们这个村儿这建于什么朝代呀？啊，这就最早了。啊，有那个记载了，有记载的哦，新知识有哦，发现新知识有哦，这叫我这现在写的是叫秤砣沟啊，实际上是叫秤砣沟，秤砣沟哦，这为啥起了？也过了的，也慢慢也别过了哦，这为啥就叫了这么个名儿？不是要偷个胆的那个秤砣啊，是不是？哦。啊，我说怎么叫这个名字起的好？现在那个就是您说的像那个秤砣模样的那个土疙瘩在不了？在呀，在西边的。离这儿远不远？西边那还脑袋不小。嗯，这会儿这还破坏的，再也数不上。也看不出那个形状了，是不？嗯，秤砣又到的明朝了，明朝了都是。狗往家来了种三星，嗯，从三星来的是吧？嗯，大槐树，大槐树底下来的。哦，啊，说是拆那个庙的时候，上边有那个记载了是不？嗯，七十年拆了庙给学校。啊，那庙里边有记载了。嗯。是不是在那个柱子上嘞？和这岭上边？嗯，岭上。啊，拆下来写的是崇祯元年的啊。崇祯元年建。嗯、哦，崇祯年间，也就是1628年到1644年这个阶段儿，他是他这庙就是在后边。崇祯元年，也就是400来年。嗯，400来年。哦，待会儿过去看看。地藏王殿是啊，地藏王殿这殿，地藏王菩萨。他对面是戏台是吧？对面戏台，西边的是马王爷殿，这会儿他都没了椅子了，庙都没有了，了就剩个戏台了是吧？大爷说这个村都是务农的人啊。哎，这是务农的人，农民也没出过一样名人呀。啊，没，这个村没啥名人啊。哎、对了，你没啥名人啊。没记。那我记不住，这算是叫娘山，过去叫戴王山，这叫土匪。啊啊，这个戴娃山这儿出过土匪，哎、那就是聂山，嗯，那土匪是哪儿的？是咱们这个村的啊？那是咱们村，哪个村？龙门哪个村？啊，龙门捕的出土匪的地方也是，嗯、他是人家土匪，都在这个山上待的，300多个土匪了，嗯、那都是龙门捕的，不是，那土匪是那，啊，总头是龙门捕的，啊，就是，这解放了都是土匪进入，土匪进入，哦。大家看这个就是，张家口宣化国村镇，秤砣沟的这个古戏台，据当地村民说啊，这个戏台建于崇祯元年，也就是距今有400年的历史。看这个戏台已经，是向右倾斜。看的是摇摇欲坠，据说啊，这个村当时庙宇特别多，在文革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破坏完了。这个戏台的对面一般这儿都是庙。